说修行供养，知道吧？第一个，第一种供养，第一种供养，利益众生供养，你去弘法利生，利益众生供养，色色众生供养，色色众生供养，带众生苦供养，带众生苦供养，勤修善根供养，勤修善根供养，不舍菩萨业供。不离菩提心供养，请问你们今天这什么供养？嗯，这个有没有七供养里面红包供养的？没有嘞，这个应该说是也是勤修善根呐，勤修善根呐，我可以供啊，财供养转成法供养，法供养啊。我们法藏法师啊，这个是很难得的。道心好，持戒庄严，正知正见，这是他给我的印象是这样子的。为法的热忱真的是很难得。佛教界很多很多事情都是他亲自解决，尤其政府单位，他口才又好，学识又好，法力又懂，所以变得他们没话说。中茂祖弟啊，放掌好了，放掌。您的中茂祖弟啦，我亲近中茂的是那个，其实认识你老人家好早了啦，但是在戒场当中，天天这样见面，没有说天天，大概很长一段时间这样看你，看你老人家，你好，用饭啊，应。对啊，带领这个心学啊，悲心切切啊，你也不显露你的特异，没有啊，这个是太没有太令人钦佩啊，这个我嘛公开我拢会讲，以你老人家的修行，虽然我知影食酒，不过我有时啊去载你出门啊，甲你开讲，甲你套门会，啊，伊也来甲阮讲啊，我感觉讲足欢喜。这是说中路吼，是咱足荣幸的代志，啊嘛是咱，你中路是咱佛教界内底非常非常珍贵的一珍宝，我拢是安尼甲讲，啊，所以啊，因这三位吼，真诚心咱听侬讲，年纪虽然讲有淡薄啊，也毋过吼，要来遮的时阵，因有诶拢是经过父母啦，吼，啊，规个家庭。讨论啊，安尼来遮来修行。啊，修行，咱西林是安尼啦，就敢若中老讲的啊，就尽量讲尴尬安尼吼，也没有太苛刻，但是呢，该要到位的都要到位啊。哦，恭敬飘柔，老实正直，惭愧忏悔，感恩，这个基本性格要有。啊，虽然讲有淡薄有年纪，啊，不过西林啊，要互因出家，参就伊安尼要出家吼，西林为着伊吼为。下至沙弥，上至哦，我做福建人安尼都来开会，一一对他们生活中有所不当的，如果有的话，而且很严重的话，要求他们家去继续用功改进啊，然后这样呢，甚至有这样第二度改进，才大家才觉得说，他可以至少说代表佛教来出家，啊，就去沙弥。啊，我有甲大家讲，我讲爱恁家己求啦。我敲电话吼，若敲会通，会使互中路接到，咱才有法到底。安尼，因为我知影中路你用功，啊无随便接电话。啊，我迄天吼，安尼敲，当下也敲袂通啊。啊，你的手机我敲袂通啊。啊，这只业种陷阱，叫人来插尾。安尼，结果有插尾有差呢。他会讲我接到啊，你若讲。跟那你接袂，是谁人接？有一个老尼师还是安怎接袂？我讲。